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，我是你们的秀秀姐姐。佩奇和乔治正在游乐场里玩跷跷板，就在这时 Candy 从不远处走来了。他看见佩奇和乔治，和他们打招呼。佩奇和乔治转过头来也和 Candy 打着招呼。 Candy 邀请佩奇和乔治一起到森林里去玩蒙眼游戏，佩奇和乔治同意了，和 Candy 一起去森林。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，Candy 先给佩奇和乔治讲了游戏的规则，佩奇和乔治听懂后，只见 Candy 从包里拿出一条丝带蒙在了眼睛上，佩奇和乔治连忙向旁边跑去了，然后自己找好的位置停了下来。 Candy 开始找了，只见 Candy 这里找找那里找找，很快他来到了乔治所站的位置，慢慢地摸了摸，并且大声喊道：这是乔治，我找到了。接着便开始找佩奇了，很快 Candy 也把佩奇找到了。 Candy 把丝带交给了乔治，乔治也将丝带蒙在了眼睛上，佩奇和 Candy 也找好了自己的位置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好了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